Let's go。种种迹象表明，大 S 终于怀孕了。脑残网民在恭喜汪小菲喜当爹的同时，已经开牌下注赌孩子的性别问题了。而孩子他爹最近在《赢在中国》节目中，一次被别家的孩子唤起了浓浓的父爱，甚至自曝爱儿子更爱女儿，让我们不禁为大 S 出口气，不用再像他妹一样绞尽脑汁生儿子了，真好。可是孩子都没生出来呢，汪小菲就自动角色扮演中国好爸爸了。对着姚劲波家的闺女，使劲是谄媚，又是送糖，又是递冰淇淋的，没有把自己的智商拉低到孩子平齐。其实小编觉得这个二货实在没有必要再拉低智商了，因为他的智商已经是负值了。这个事情是这样的，前段时间小 S 麻烦缠身，他的好姐夫汪小菲立刻发了一条微博鼓励小姨子。认识小 S 三年了，和我以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相信是时候学了吃书了，加油159的姑娘扛住了。发完之后，好姐夫貌似也觉得不对劲儿，于是10分钟之后又换了一条微博，新微博和前面一次不差，只是在最后的159换成了161。于是好一段温馨大气的长篇大论，硬是弄成了山寨增高药广告。我就不明白了，给人加油打气的时候，干嘛非要显得身高呢？还自带神不倒的10分钟身量，厘米真是蠢哭啊！富二代的思维果然不同凡响，不怕神一样的家主，就怕猪一样的姐夫。小 S 有王小飞这样的亲戚，也算是个悲剧了。好姐夫一不小心就真相了，何必指望小姨子会为10分钟之内长个2厘米欢呼雀跃？如果我是小 S， 绝对会心疼王小飞100年啊！169的小伙子你扛住了，或者智商负161的小伙子你扛住了呀！愚蠢的人类终于发现，自从有了微博，许多明星的情商、智商、各种异常都藏不住了。前有何润东大约8:28推倒了一水的大卫，后有汪小菲159扛住，成为小姨子的高端黑。微博真是主打专黑明星100年啊！